一个柔软调柔的心，一个完全打开接受众生的心，完全相信奉献给佛菩萨的心啊，然后呢你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，包括直觉对跟错，好像你就会有一点了解，因为你就像光一样，你自然就看到啊，就像那个时候叫几孤独长者，他为了儿子的婚事，后来听到佛陀这两个字，他就不想办婚事了，心里一直没办法睡，佛陀佛陀，为什么他们讲佛陀这两个字他心里震撼，结果晚上睡不着觉他就出来，他一出来他心里奇怪，叫一道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意念了佛陀，佛陀也知道，佛陀就故意在有一个地点等他，他心中有一道光，就让他去接近佛陀，因为这样看到佛陀生了法喜，佛陀给他说法证的出果，所以他就决定回到家乡，这就是奇缘金色的来临，他所有的钱去买土地，对不对？盖房子供养佛陀，因为他用心，他并这个里面没有分别，也不是他是佛教徒，只是他听到佛陀这两个字，当然是代表宿世的缘成熟了。我想就像各位你结婚了，你看到哦，对，就是这个男人，那对了，但是那个是痛苦的开始啊。那现在我们讲的是佛法，你必须把佛法很强烈，不然你就会去看到，像我现在看到我过去的太太，我都想我审美观点不错，我想这些女人都长得有一点标志，而且重点都在眼神，不是啊，就是有一种妈妈的眼神，我所看到的过去我都觉得，因为她眼睛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爱，柔软，不是妖艳啊，不是欲望啊，这是我以前的审美标准啊，所以我喜欢看佛陀的眼睛，我喜欢看圣母玛利亚的眼睛，我从小画画就画眼睛，这个眼神太重要，代表清净柔软，你必须从你的，因为什么东西可以骗人，眼睛不容易骗人啊，所以那当然这个标志，所以我想以后你就会看这个人是你爸爸是你儿子，因为眼神就看得出来啊，所以当然就是说物以类聚吧，物以类聚，当然我们最喜欢看的是心，什么是佛陀的心，佛陀的心他要表达的是什么，各位读了这么多啦，所以相信来自断恶修善，一种不执着的清净，一种圆满的悲心，一种关爱众生的菩提心啊，所以 把这个爱变成一种生命的责任的眼神，所以各位开始去培养啊，也就是说当然我们读了这么多经论，听了这么多佛法，各位这么会修仪轨，我把你别面红红大家读大家读的时候啊，不动佛仪轨，但是最主要当你在修法打坐待人处事，你还是不是表现正在念佛的样子，正在修仪轨的样子，那种你用你的生命去实践阿弥陀佛的愿啊，你用你的生命去实践释迦牟尼佛的愿，要表达出来，那这个表达是一个度众生最好的方法，因为度众生它并不是特别，各位在这种西方社会多元种族，然后人家是要看你的外表眼神走路，所以我平常在街上我很喜欢看人走来，我就会判断这个人做什么，这个人在想什么，你要开始练习啊，知众生心，然后我能给他什么，哦，这个人可能心情不好，这个人可能穷，那我可以给他佛法，那多宝如来希望他赚钱，他心里不平静可能念阿弥陀佛希望他清净啊，他心里有烦恼，所以那首先你要去接触他，那法就会自然出来啊，因为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书，听了这么多佛法，那如何流露出这个叫行为实践，因为你不流露出这个慈悲心行为，那法对你没有用，所以各位也不要贪多也不要贪少，如果随缘，但是用悲心去接受它，然后这个佛法也没有深没有浅，就像我昨天坐飞机啊，六多钟头，我想说太好了，你平常叫我骑马从西岸到东岸出去，都在飞机上我可以一直眼睛看着下面，一直念一直念，
老师我已经沙哑了，一直念一直念，哎，结果念到9点钟这边的时间，快到这边居然出彩虹，我这没有白念。因为那时候我想到什么，这边没下雨，我看到很多沙漠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一直念祈雨的各种的咒语，还有这些龙王菩萨啊，希望下雨。但是我觉得说，我尽力了，有没有下雨不重要，因为但是我不能舍弃这个因缘条件，对周遭的人，对飞机底下的空间、时间，对从西到东的整个美国。所以我就很仔细的去看那些花草树木，有没有看到动物，甚至大沙漠里面一定也有很多响尾蛇，对不对？那些山神、土地龙神，然后对他们，所以我觉得修学佛法跟世间不是放弃世间。比如说，你很爱你先生，你很爱你太太，用这个爱把它升华起来就好了。啊，就像各位抱着你的 baby 跟抱着你的小狗，多亲几下，狗毛那么多也要亲，啊，狗的口水你也要吃，啊，那是因为你爱它嘛。那事实上就要把这个爱扩大就好了，啊，爱平等掉。你既然爱狗，你要爱猪，对不对？不要吃猪肉，要爱牛，所以不要喝牛奶，啊，你既然爱你的妈妈，爱你的独生儿子，那你更要爱所有的众生都是你的妈妈、独生儿子，那你就没痛苦，执着会让你痛苦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出家也好，各位发菩提心也好。他就要让我们学习这种平等、没有压力的爱，好不好？不在于对方是谁，而是对方可以接受我的爱，这个比较重要。那如果你会痛苦，是因为你在乎对方是谁，而且对方要回馈你，所以你会痛苦，会很执着。而且当我们用执着的心去谈恋爱跟结婚的时候，来的都是执着的人。何况我现在在学佛了。更是来的都是过去这些因缘，但是我只能用感恩的心习这个缘。我就想说，哇，几百年，现在只能在一起20分钟啊，不断的给他祝福回向，这是我们该做的。对他的如此，隔壁桌、隔壁桌、隔壁桌，通通死了。你就相信，你叫众生皆对我有恩，皆为我父母眷属。美国也是我的家，啊，你要这样想啊。像我到亚利桑那州，噶千仁波切的闭关场所那边住了2-3个礼拜，我才知道说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做烟供，原来我是印第安人。我会跑去跟噶千仁波切说，你那个脸也像印第安人，对，啊，所以我们又回到印第安的地方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有一点福报。虽然我们过去做印第安人，但印第安人还对宗教很虔诚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继续修佛法，啊，所以这一次我在纽约碰到巴育仁波切，我看他也像印第安人，啊，所以我原来是这个因缘，啊，不是印第安人不见了，而是他们对宗教的虔诚，那现在流行佛教，他们也会继续信佛教，所以我想如何。时时刻刻保持对宗教的信心，投胎在任何地方，你还是会继续，不管是天主教、基督教，任何地方，你还是很喜欢信仰、拜拜，啊，虔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如此？你讲不相信自己。对，虽然我们做一个人呢，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不能控制的，这一点要注意。所谓西方社会边地，它就是有一点跟我们不一样，就是说。绝对相信自己，他比较强调个人的技术能力凸显啊。但是一个天生有信仰的人说，虽然我考试第一名，像我小时候考试第一名，但我每次考试都要去拜孔子，因为我们学校旁边是孔子庙，台北市的孔子庙啊，拜孔子啊，跟我考好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同学小时喜欢拜拜，我说不管我是哪一个都拜，从我家。从学校走到家里，什么庙我都进去拜，保健康的保生大帝，保发财的福德神，我每个都去拜，还经过一个天主教，所以我小时候就跟天主教在接触了，到了国中以后就是基督教，反正有就去拜。问题我这个人还好，你讲学对方的优点，
也就是说，我们自己没有这个优点。像我以前闽南语，我是亲近一个长老教会的牧师，或者因为我经过那边，他在旁边拉人呐、啊。我听他讲闽南语，哇，怎么这么好听啊？我爸爸都没这么好听。因为这样，我就接近他，去学他怎么用闽南语讲得这么好听啊。这个对我很重要，我很随喜我自己，就对方的优点，你讲一切善法都是佛法，因为这个都可以给别人快乐的，可以帮助别人的，做医生啊，所以包括我们经常坐飞机，我都去学那个空服员的微笑怎么拿，对不对？啊，坐在前面的有钱人长得什么样子，坐在后面的长得什么样子，都要学盖章的啊，每一个我都要学。哦，原来这就是我师父跟我说，众生身上都有佛性，你要去看他的优点啊，但是他的缺点呢，你去包容他，用空性去包容他，啊，用悲心去爱他，那你活得就很快乐。所以老师说了，所以虽然我出家，我必须离开我过去最爱的太太啊、小孩，但是他们在我心中还是圆满的，因为他们，我才可以学佛。虽然没办法跟他们在一起，但我心里面从来没有舍弃过他们。包括后来我都在监狱，因为监狱里面杀人、放火、吸毒一大堆。但是我跟他们相处那么久了，我就觉得说，他们身上都有我们可学之处，啊，那种魄力，杀人要有魄力，啊，所以那种冷酷、那种独立、那种反正各种状况。所以各位要这样子去学一切，特别现在这个网络时代，很多机会去学到各个国家的优点、各个民族的优点。所以我想各位住在，更像各位住在洛杉矶，一定要你回到家乡、回到内地、回到台湾、回到哪里，你一定要把这些优点呈现在你过去的朋友，千万不要把骄傲带回去呢。我是美洛杉矶的，LA 咯。美国的哦，啊，这样就一个傲慢心了，会伤害你哦，啊，我们还是跟你一样，你还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爱的人，但是我又有这边的好处给你，就像你把这边的好吃的东西、好的文化带回去，跟本地的文化结合在一起，也就是说，学佛是一种人格，让别人佩服你，而不要让别人觉得你高高在上，跟别人不一样。啊，我比较高，啊，我比较优秀，不能有这个想法。但是没有错，当然有些西方人有偶尔会让你感觉这样。所以我那天在机场看一个黑人在扫厕所，他边扫边唱歌。我说，如果是我们华人，可能边扫边哭啊。我怎么在扫厕所？我们华人可能爱面子，他们黑人乐在其中，啊，各付各的工作。他不觉得说我做，但是是人，你的心态表现出来，就让他觉得你自己不高兴这个工作。但是如果你虽然是个扫厕所的男生或女生，你扫得很快乐，别人看到你一样很阳光。所以有一句话叫“爱与慈悲是心中的阳光”，因为我用爱来做这个事情，我让每个人上厕所都上得很快乐，啊，洗手洗得很快乐。中国人讲来，乐在其中。禅在其中，对不对？你从这个融入这个工作，你禅就代表智慧以外，你可以从这里面学到怎么爱狗，怎么喂蚂蚁，所以就像我在路边公园看那些男女抱在一起，一直在讲话，卿卿我我，这样讲佛法也不错。他边爱边亲边讲哦，你要念佛，你要念佛，还抱那么紧。你千万不要说，哦，那不好看。你把心里肮脏，人家谈恋爱跟你肮脏有什么关系？是吧？所以各位要记住，戒境戒修行，不要污染自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各位放下这一本，我们呢先来慈悲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是我的习惯，到哪里先布施啊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光人的世界，那施施法门呢？让我们很容易修悲心，而且是无所求的悲心。为什么？没有人希望鬼跟你说谢谢的。
他说你就相信有鬼，他说我就对你慈悲啊，而且很容易无所求又慈悲，那而且福报很大，那一点点水，像我昨天在飞机上，只用水就好，其他观想，因为你平常做好了嘛，你过去做的回向法界众生，请问那个资粮在不在？完全在，所以在飞机上我把过去所做的供养飞机上的人，飞机飞到哪里，所有的人事物土地都得到，就观想，这样坐在飞机上会不会无聊啊？乐在其中啊，终于不用看手机了啊，而且六个钟头的修行，而且爱睡就睡，爱醒就醒，时时刻刻变换地方，对周遭当下的外在的观想的通通得到，所以我认为你讲付出爱是生命的快乐，所以我刚刚讲了付出爱跟慈悲，心中的阳光就现出来了。所以我想各位学了大乘佛教以后，只有一点，请记住，来爱对方，爱众生，爱敌人，没有分别的爱。你犯错了，所以当然在情绪上可能受伤，但是我还是依然爱你，这样而已啊。所以祝福你，从内心祝福对方，千万不要舍弃对方，讨厌对方，排斥对方。请问这样做是不是伤了自己？自己里面就有刀有剑，就有地狱了啊！所以佛陀用什么爱对对方，我们要用什么爱对对方？清净的爱，永不舍弃的爱。所以那我想，人多的地方，众生多的地方，这个娑婆世界就是需要我们爱。你用爱去看阳光，阳光会变成佛光，记住哦。当你想到阿弥陀佛、弥勒、观音菩萨或爱，看了阳光，愿阳光变佛光，它就变佛光，水就变甘露水，啊，人就变菩萨。这个人就是不是菩萨，你才要用爱去祝福他成为菩萨。阿弥陀佛就有这个力量，你杀人放火到我极乐世界，坐在莲花变成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啊，完全一样的阿弥陀佛。所以，因为阿弥陀佛的这个爱。心可以转世界吧，啊！但是这个世界就是黑暗，才需要我们转。所以甘露试试，甘露就是佛法，甘露吃甘露会怎么样？念一下，不生病，不会老，不用大小便，那叫甘露，就是没有副作用的食物。所以给这些恶鬼道吃甘露，他们就马上念一下，恶鬼升天，往生净土。我们给他天福，但是引导他去极乐世界了。所以各位经常布施甘露，快不快乐啊？但是你不要光布施甘露，你这个人却不是甘露。那个人是手榴弹，还喜欢念甘露，也是会发表，会生气，会冷酷，然后你的甘露很难吃啊！啊，所以有一个大活佛用黄金的去布施甘露。有一个鬼跑来说：“快一点啦、啊，活佛快一点啦、啊！”人家另外一个上师要开始了，他说：“你我这边不好吗？”人家那个上师大家都喜欢吃他的。后来他就调查是哪一位上师，就那个上师叫贡嘎旺丘，不是叫贡嘎我忘了什么丘。那个上师拿的是一个破的壳子，里面只有甘露水，但是所有的鬼只要那个上师，他们就过来了。为什么？上师的悲心。啊，吃那边的食物是吃一吃不会饿了，吃甘露马上嗔恨心没有了，升天的升天，大家跑到那边去。所以我想法无定法，各位，你只要有一杯水一根米，你什么都不会念啊，愿观音菩萨加持，愿可怜的众生，愿受苦的众生得到观音菩萨的力量，喝到甘露往生净土，他们会不会来？这个叫大乘佛教，大乘佛教就靠着三宝的力量。啊，念仪轨会念也可以，不会念也没关系。你会念没悲心还白念呢、啊？啊，那你有悲心，那念不念无所谓啊，因为你已经达到那个阶段了，对不对？一个真实想要往生净土的，一个真实想要祈愿众生往生净土的，他没有看过这个《无量寿经》，也不太懂，但是他相信，可不可以去净土？可不可以帮别人去净土？因为他的心跟阿弥陀佛一样就重要了。
啊，这阿弥陀佛的，记住这一点，我觉得学佛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的心有三分的空间，阿弥陀佛的力量就有三分的力量透过你给对方。佛的力量必须透过我们，这个叫什么来？念佛、念法、念身，身代表众生。但是佛的圆满的力量透过你的心态叫法，空性、悲心。而不是说我衣柜很熟很熟，但是你没有一个圆满的悲心，那奇怪，吃你的东西怎么涩涩的，又不得不吃啊？所以我想各位女生都知道，如果你爱这个男人哦，我们以前在学校读书，我们有个同学每天脚臭得要命，我们都不敢跟他坐在一起，但是旁边那个女生就很喜欢坐在那边，啊，男孩有足臭之福。啊，就情人眼中出西施，香港脚都是香的，我们都受不了的，啊，哦，原来心态决定一切，所以我想各位甘露思食，所以很多人说，哎呦，师傅我没时间做啊，我没办法做火供，你就是火供，人身上有气味的，如果你这个人慈悲，有的吃下去的食物都有没有气味？有，蒜头有蒜头味，啊。你时时刻刻都在布施甘露，观音菩萨是用这样布施，毛细孔流出甘露，只要你会呼吸吧，充满了悲心。更何况我们又累积甘露的因缘，对不对？供水啊、放生啊、点灯啊、受戒，你的呼吸就在布施。就像我现在在跟各位讲话，我并没有说讲得好讲不好，没那个想法，但是至少我想要表达对各位的尊重、爱，以及大家来修慈悲心。啊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所以我也常想说，如果我这个人现在没有懂佛法，不是懂了佛法了，你一定要我去结婚，我看我那个老婆一定如皇后天使一样的快乐，因为我学佛了，我懂得怎么去对待对方。你天天打麻将，我在后面帮你助念、按摩，助你赢钱嘛，要帮你按摩倒水。我不会说打麻将错，打麻将也是修行呢，啊。那我如果用这种心态，他一定很快乐的打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因为排斥没有用啊。你对他好，那他就认为打麻将就是修行嘛，万法都是修行，对不对？输钱是布施，赢钱更去做布施，啊。所以我想各位必须要让自己先有平等，然后用平等去爱对方，爱这个慈悲可以把任何黑暗暴力改变掉。魔都可以变成佛，但是我们不能先有对立的心态。所以我在这边讲，为了要超度，我必须先把各位给超度了。各位，老公对你好不好？要真心呐！啊，你说没办法，早就离婚了。你很无奈，哇，你那一碗饭很难吃，你布施来的甘露吃不下去。啊，所以各位不行，就是说随时保持一颗圆满的心。就算我得癌症了，我心又没得癌症，对不对？我还在念阿弥陀佛是最欢喜的时间，我拿出给人家的一个面包，都是最殊胜的面包。所以经典说，一个破戒的人，或是一个失去悲心的、没有空性、破三昧戒的人，你给他拿个甘露，甘露都变毒药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是我以前就感觉了。以前我讲法，因为台湾人很多菩萨知道师父喜欢喝什么，哇，三个拿三杯，对不对？但是奇怪，同个水喝起来味道不一样，动机不一样，味道不一样，啊，所以每一个念头都会产生一个业力，对不对？你给这杯水的动机是什么？我要比你好喝，你要喝我的，这一杯水就有排斥的力量，占有了力量。这样就不好喝，所以各位了解这个佛陀庄不庄严？任何佛堂，任何这都不如佛陀的心的庄严。所以各位学佛要抓到这个，这些外在的佛像是要让我们找到内在的佛性。请问我们心中有没有佛陀？对，当你爱，当你大慈大悲，你就展现佛性了。念一下来。慈悲一起，佛性显现，即见如来。啊，见缘起则见佛，对不对？
你要是了解这个缘起性空、大悲空性，你就看到佛了。佛不是形象，不是声音。那我想，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，前行不管我们做什么，各位要升起大悲心。正行呢，那我们在念的时候，完全保持这个无所分别的悲心啊，去念。结行呢，我们这个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同享甘露，啊，同成佛道，吃饭也一样，走路也一样，千万不要把佛法跟仪轨分开啊！所以，不管你念佛修仪轨，不管你汉传、藏传都可以了，把这个用在生命上。比如说，你拜完观音菩萨，然后你太太走来了，太太是谁？观音菩萨。啊，你正在念阿弥陀佛，老公去打麻将，他去干嘛？他去做极乐世界的事。你不能说我这边念佛念佛，你去打麻将，气死人了。那你就不了解佛法了啊！佛法是我在这边所念的，看到每个人都一样的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医生就是药师佛，病人就是代替众生苦，护士都是菩萨。哇！我要去医院，哇！我要去药师佛净土了，啊！因为你这个心态，整个医院里面就有药师佛的价值，因为你把药师佛的佛光带到这个医院来了，那我们这个生病变成一种修行。所以佛道让我们时时刻刻保持这样一个清净的、柔软的、欢喜的、充满力量的，所以你生命到最后一秒钟快不快乐？快乐，还是依然在快乐，跟慈悲，以这样给医生一个感动。哇，我们那个病人他死得真快乐，死得真慈悲，啊，因为你这样就度了他嘛。因为看你的病的医生啊、朋友都跟你有缘，不然他看不到你，对不对？而且前面躺，今天我在这个床上死亡，我用一个悲心佛性。请问来躺这个床的会不会解脱？后面来躺了就一样得到我的功德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，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边共修，我们要把佛陀的爱就展现在这个地方，而且这个地方变成永恒的力量，永恒的力量。所以外在的一切靠你的内在，所以希望各位把佛性、爱、慈悲带到每一个空间，好不好？那谁娶你，谁有福报。啊，你娶谁，谁有福报？你的儿女有福报，周遭的一切都有了。这个是我们的本心态，那以这个心态去引导别人去做任何仪轨，所以法无高下，没有说手五戒比较低，手上面一戒比较高，没有啊。因为这个都是一个包含在一起的，只要你动机正确，虽然你现在没有办法出家。但是各位用菩提心比出家伟不伟大？出家不见得用菩提心，出家是个因缘啊。但是菩提心是每个人都可以的，你只要把……但是学菩提心最快的还是刚刚讲，来，把心交给佛，对，把心交给上师啊。如果你很有福报，你的上师是个佛心，那真是你有福报啊。但是如果上师不是佛心，那再换一个吧，啊。因为你要去找有佛心的，啊，但是十方诸佛通通在，啊，我认为依法不依人好一点，比较安全，啊，那我们都了解阿弥陀佛的心、地藏王菩萨的心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阿弥陀佛，你的心就变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这个就是消除我执分别最好的方法，全然的相信，全然的融入，好不好？各位，等一下我们就去极乐世界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好了，心去了。这边是监狱哦，今天就出狱，好不好？对，身体还留着，就是这样就开悟。在监狱里面，谁管你？是你管你自己。啊，你先生现在有外遇，我在极乐世界啊，度他，小三一起带过来念佛。但是你起了分别心，而让你痛苦，而不是那个事情让你痛苦。你这么现在希望修行，你终于有一个女人来照顾你先生，你还要谢谢她，钱多给一点，那你才可以专心做好事，对不对？你才了解出家的意义啊！原来这样就不用每天，跟老婆讲话的时间
比跟念佛还多，那不累死了啊！所以各位要如此。但是现在你有家庭，就跟你儿子讲话，跟你先生。